大家好，我是夏天。大家好，华姐。哎，马上就要天黑了，嗯，我们去干嘛呢？今天我们去逛夜市了。对，来保定这么长时间了啊，现在的这个季节很适合逛夜市。嗯，在他们这个叫什么军校广场，对，有一个非常大的夜市啊。嗯，好久没有去这么接地气的地方了，带大家一起去感受一下烟火气。对，看看有什么好吃的。我们打车去啊。嗯。我们到了啊，军校商业园这里。对，看，好长啊！这个夜市感觉很大哦。哇，这还有好多的糕点呢。这、这有点像那个。看，一个两元、三元不同的。十八的感觉。这还有椰汁水果。嗯。哇，这边感觉小吃很多嘞。对，烤面筋。水果喽。嗯。今天晚上可以饱口福了哈。对。长沙臭豆腐，我觉得每个夜市上都有这个。嗯，经典炒酸奶。嗯，还有竹筒粽子。嗯，这叫什么泰国香蕉竹。嗯，鸡蛋肉汉堡。哦，这种。嗯，想吃吗？不太想吃，咱们先看看啊。凉皮儿，看烤冷面、蒙古大肉串，我看好长。这么多的卤煮，哇！我戴着口罩都闻到香味儿了。对啊，饭我包了，包饭是吧？哦，对，大包饭。哇，看这是什么？这啥？还倒着的？这故意把这个牌子还倒着。自导味证，这叫蹄猪烤，烤猪蹄。这是多少钱一个？十六半只。半只、啊、看着还不错。嗯，我们先逛一逛啊。走，糖葫芦，还没撩呢呢。铁板豆腐啊，这种的也好吃。哇，为什么我在不停的咽口水？我也是。啊，这还有生蚝扇贝。嗯，华姐，生蚝。对，我问他生蚝多少钱找来的。这上面写的有、啊、大的20元四个啊，中个的20元五个。哦，这边还有哎，哦，看这边，哦，这边不长，不过，嗯，往这边比较长。对啊，这叫什么？延安沾沾，是沾沾吗？我看是沾沾。你好，这是叫沾沾吗？对对，这是延安的特色。然后延安沾沾它是一种小火锅的吃法，是无油的锅底。哦，要吃小火锅。上一个锅，对，一个锅。啊，然后涮一些菜，但是是比较健康，是无油的，蘸料也是。哦，相当于要吃小火锅了。嗯，我们再看看。这是陕西那边、陕北那边的特色。好的，谢谢，我先转一下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哇，一下介绍了好多，我准备想要一份，结果要进去吃火锅，我一下觉得流汗了，好热。这个天气不适合吃火锅。哇，这好多炸串串，烧烤。对，一把一把。你看那个华姐。那什么？哎呀，天哪！你想吃是不是？啊，鸡汤里好。哦，你看它有标价，有的一块是4块，哦、这边的是3块，这个还是这个？这个还有1.5块的。嗯、啊，华姐想吃吗？看着有点想吃。想吃哪个？哎，要个提拉米苏的。这个是什么的？红丝绒的。再要个这个吧。好。叫这两个。那、我们发现现在好多夜市上或者是那个摆小摊都有卖这种自己做蛋糕、啊。对、啊，小块的，我觉得还挺好。啊、嗯，好吃，可以啊，冰冰凉凉的，可以。这个多少？5块钱一个吗？要上一个尝尝。啊、嗯，你要什么酱的？黑椒的还是？你选。黑椒的吧。鸡蛋，肉堡。啊、嗯，要黑椒味的。扫这就行啊。拿着吃。哇，这个叫什么鸡蛋肉堡是吧？对，这个是第一次吃啊。我看它加了一些那个黑胡椒，嗯，然后还有肉松，黑胡椒汁，嗯，有点烫。桃式鸭脖。
我是不是染了一嘴啊？俩嘴角都是。好，我给你拿点纸。这黑胡椒汁味还不错，是吧？嗯。来，好，吃鸭脖，四川热，谢谢。我觉得蛮好吃的，它这一面放的有鸡蛋，哦，然后有肉松，这个应该就是面吧。嗯，嗯，味道还可以，味道可以，这还行。就是要边吃边抹嘴啊。嗯，我看到肉了，嗯，这是肉，对，这就是鲜肉蛋堡。可以，好吃。哇，朋友们，我看到这个毛蛋了啊！之前就有网友朋友一直说毛蛋很好吃，嗯，我们之前本来想尝试一下，被华姐给我形容完了以后，我就不敢尝试了。但是我还是想挑战一下啊！来来来，从来没有吃过毛蛋。对，这个不是毛蛋吧？那边的是毛蛋吧？应该是吧。这个是什么蛋？实的，不带毛的。哦，这是实的。啊，这边的是毛的。拿个袋子吧，我们提溜着。10元5个。哇，请问一下，这个实蛋和那个毛蛋有啥区别？成型的，这种是没成型的，还没长小鸡呢。那这是成型了的，这是没成型的。对。我能买5块钱的吗？就各给我一个尝尝。5块钱2个可以。啊，你各给我一个尝尝。它是10块钱5个嘛，我5块钱买2个。嗯，行。啊，挑战一下吧。哇，这个是实蛋，嗯，没成型的。嗯，这个应该还好。对，这个看着就觉得还好。好烫，慢点啊。这个没有啥感觉，吃进去都是料味儿。哦，它就孜然，然后还有那个辣椒。嗯，这个是个整的，这是毛的。嗯，我看一下，大家看一下，我光吃不看。好，一口塞进去，先吹嘴，小心啊，不要烫，少咬一口。怎么样？如果不看，光吃味道还可以的，是吧？没有啥怪味儿啊。要不要吃一两？我不敢吃。小心被烫着。嗯，还有骨头吗？那就成型了，是不是就带骨头了？嚼半天没嚼掉，时不时瞟一眼，怪吓人的。光吃不要去想，味道挺好的，是吧？华姐吃个实的啊。我这中间全部是吃麻辣烫的。嗯，麻辣烫好多啊，那边有好多食材随便拿，然后这有锅煮的，真像15年啊，看着好诱人，但是就觉得好热。对啊，是不是？嗯，哇，这都是炒田螺之类的。哦，大虾，田螺虾蟹。嗯，哦，你看这边麻辣烫多少啊，全都是麻辣烫，人好多呀。嗯，麻酱溜汁的宽粉啊，我去，一个酸辣粉让我们等了20多分钟啊。就是，哎，他们家店就在这儿，上面写的还是重庆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始于1672年。尝尝到底怎么样？尝一下。等了近半个小时的一个酸辣粉，他现在里边店太人太多了，估计是把我们做好别人就端走了。对，里边人多得很嘛。啊，我们还一直在这等，最后自己进去端的。对，尝一下，我喜欢吃这种宽的。好，怎么样？没有想象中特别好吃，它这个不是酸辣味儿啊，是麻酱的。哦，所以可能跟我想象的有点差距。嗯嗯，觉得一般。我们走到头了，然后往这边，哇，这边还有一条，这样一看还就蛮大了。嗯，刚以为就这一条街，
你看这边还有蛮长的一节，嗯，可以转一大圈。这个叫清凉谷，对，要上一份小份的是吧？嗯，小份是13啊。哦，这个天，嗯，都来点，都些什么料呀？料都可以放，你不喜欢吃的可以拿，可以不用。哦。这个热天就想吃点这样的，嗯，豆子，黄桃是吧？嗯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是烧仙草，这边有。啊啊，烧仙草，还有水果是吧？对，嗯，我料还挺多的。西瓜，嗯，还有葡萄干嘞。嗯，这是什么？蜜豆。对，嗯。都快溢出来了，真实在。拿着吃是吧？啊，拿着吃，好实在的配料。对，看着还不错。啊，哇，这么大的冰块。嗯，好吃。可以啊。可以，味道不是特别甜。冰冰爽是吧？对，全都是些果干味儿。的。特别喜欢吃肠粉啊，看到有做肠粉的要了一份，嗯，看看它这味道怎么样。汁儿还可以，但它这个粉儿相对来说有点厚，嗯，做的不是那么薄。肠粉就要那种又薄又筋道，好吃，嗯，喜欢吃那种超薄的那种啊，嗯，然后那个汁儿又特别鲜的那种。对。